肩周炎。日常生活中出现肩周炎，可用拍打拉筋来处理，简单有效。拍打部位：手肘内侧、肩周、手背。拍打方法：如果只有一个人，可用手或者工具拍打一侧部位；如果有两个人，可同时拍打两侧同样部位。拍打力度视情况而定，由轻到重拍打。拍打时间：一个部位至少拍打20分钟。拍打反应及结果：拍打的过程中会伴随出痧、出汗等症状，均属正常反应，继续拍打直至肩周问题缓解。拉筋处理：做立位拉筋5到10分钟，注意事项：拍打拉筋时应避风寒，拍打拉筋后加强保暖。拍打拉筋过程中喝水原则：不渴不饮，饮必热饮，忌喝冰水。建议拍打至少2个小时后洗澡，切忌用冰水洗，少用化学洗浴液。容易出血的疾病不可用拍打，如血友病、过敏性紫癜等症。皮肤外伤或皮肤有明显渗液溃烂者禁。